Hi, 我是 Sharon 黄雪允。每次扮完咗我嘅彩排同演出之后，我都会抽出一啲时间回顾一下自己演出嘅呢个表演。无论喺台上台下，我都确保自己保持喺最佳嘅状态，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能呈现最好嘅一面俾观众，包括我嘅肌肤。对于大部分嘅女性朋友嚟讲，保养肌肤最大的挑战就是紫外线，经常化妆加上当年纪的增长，肌肤的新陈代谢越来越慢，肌肤干燥，胶原蛋白的流失使肌肤失去了弹性，甚至乎出现最讨厌的就是黑斑。身边有很多三十四十几岁的朋友都因面上的黑斑觉得很困扰，经常都会问我，我是怎样抵抗黑斑的。我的秘訣就是來自日本的 Sakura 去斑專家。我又來了，哎，我帶你進去做全咩？每次護理之前，顧問都會仔細分析我的面部狀況，再安排適合我肌膚的護理。我的去斑護理 Sakura 是採用牛奶酵素和洛神花的精華，酵素是一種天然的成分，平时我哋喺屋企自己自制嘅呢个水果酵素，睇到盆栽唔够养分嘅时候就喷一喷，好快佢就会活过嚟啦。我相信 Sakura 牛奶酵素配方，佢好温和，能够渗透我肌肤嘅深层，唤醒我所有瞓觉嘅细胞活化起嚟，促进我肌肤嘅呢一个胶原蛋白嘅生长，而且同令到我嘅肌肤充满着水分。所以我相信 Sakura 的牛奶酵素配方是给我的肌肤重新活过来的重要因素。当肌肤有足够的养分，皮肤就不会那么快老化，就不会有黑斑咯。无论自己有多忙，一有空档的时间，我都会很准时到 Sakura 打卡的。除了服务好之外， Outlet 的环境都很舒适，真的很 enjoy 的。就是因为有定期做护理，所以即使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都不会担心我的脸上会长黑斑。我觉得现代的女性是非常之辛苦的，要顾好一个家庭，顾仔女，顾丈夫，顾自己的工作，还有自己的梦想，真是压力非常之大的。所有的女性朋友，你们要好好的爱惜自己，除了照顾好身体的健康，都不可以让岁月在你们的脸上留下斑斑的痕迹啊。